蛮想选亮哥，我也是赶时间。什么叫赶时间？太礼貌了，这个也是第一个，这个没有，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眼光。这边这三位，然后选一位当男朋友，一位当老公，然后一位一夜情。所以给我们选，一夜情、老公、男朋友，我三个都选你。啊，这为什么？两个位置，三个都选。对啊，怎么样吗？有这个，你先有一个思考吧，你尊重一下我们。还有，不是，他还没有回答。我想一下。不要，都跑完了。过去没有开玩笑。坐这边啊。不会啊，其实我一夜情蛮想选亮哥。为什么？我也是。赶时间。什么叫赶时间？太礼貌了。我觉得你不错。我不是我是讲一个晚上耗在那。是啦。不是啦。太过分了。我们先处理掉。这个也是第一个。这个没有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眼光。我没有跟，因为我没有跟长辈就是。有过这样的对对，想说如果一定会是好奇，对对好奇，相见恨晚呐，相见恨。我现在对现在这个岁数，对我自己我都没有很有把握。快别这样说，我觉得应该不会表现太好。对对，我想要这种想要尝试数据，怎么样？你看你是想聊天吧？对，不要在那边。